今时今日，公营房屋唔单止要解决市民嘅住屋需求，更要提升居住环境嘅质素。喺新发展嘅项目中，房委会除咗着力打造健康嘅生活空间，仲有一个好重要嘅设计理念，就系喺建屋嘅同时，可以顾及大自然生态以及社区不同持份者嘅需求。房委会喺2000年代初开始，喺屋邨设计上加入咗微气候研究。微气候研究要处理嘅就系空气流通同埋阳光照射等嘅问题。喺近年新落成嘅屋邨当中，每座大厦之间嘅密度相对较低，这个设计是为了令屋邨有一定程度的通风。水泉澳邨位于马鞍山郊野公园和狮子山郊野公园中间，总面积接近16公顷。要在一个绿树林荫的山坡上面开展大型工程，对团队带来不少的挑战。水泉澳邨覆盖山上不同位置，团队当初决定顺住山势起屋，除了是不想破坏这里本身的大自然环境，也都是为了控制工程的成本。斜坡不单止增加了建筑工程的困难，对于日后居民的出入都会带来不方便，所以建筑团队也都在村内加入了大量设施去应对斜坡的问题。斜坡问题虽然有改善，但是对于行动不便的人士、要坐轮椅的居民，甚至长者来讲，要他们在斜坡上面出入始终都不是那么理想。于是建筑团队就在村里面兴建了多座行人天桥，连接住18座高高低低的大楼。讲到行人通道网络，当然不可以不提水泉澳村最有代表性的一条圆拱形世纪大桥。它是当时全港公屋跨度最长的一条行人天桥，天桥加上升降机塔连接邻近铁路站，大大减低市民出入的时间，亦都将水泉澳村和沙田市区连结起来。